化妆品我一直没有什么印象。早晨忘了喝水了，哎，忘喝水，现在丢三落四，经常丢三落四啊。今天天气还不错，刚才有点冷，但现在还可以。Customer service needed in the personal care department. Thank you.Customer service needed in the pain and sleep department.Customer service needed in the personal care department. Personal care department. Customer service needed in the pain and sleep department. Customer service needed in aisle one. Customer service needed in the pain and sleep department.Pain and sleep department.
Customer service needed in the skincare department. Hi, I just want my lotion. By the way, do we have saleswoman to give some recommendation? Because I want to buy some lotion for my wife. She was in China. Okay. And I just want to mail them. Do we have any lady who is familiar with how to use this? Yeah. Thank you. Well, yeah. Thank you. Because, excuse me. Yeah. Customer service needed in the skincare department. Thank you, sir. Okay. Because I have no idea about the lotion. My wife is in China, mm-hmm. and she wants me to buy some lotion for her. But okay, I know nothing about Chinese. 你可以说汉语是吧？对。那太好了。那您有没有建议买哪种？这是叫玉兰油吗？我不知道他的皮肤是什么，因为他这个是按皮肤的啊，就是这样的面就是滋润的呀，或者我都不懂，我想买几，你可以推荐一下。你可以 send a picture， 怎么说？就我想买一些，先邮给他，他试着哪个好，我再回头再买。我想这次先买几瓶，先买一点点，对对对。好，我不知道，因为。就是经常用的，建议啊，谢谢。常用的，它这个呢是大陆说那个叫什么？玉兰油，欧莱雅，欧莱雅，那个叫红什么啊？好像是那个石榴做的那种，这种是啊，这里好的，这个可以买是吧？对，这里可以买。啊，好的，那现在是很经典的，那叫玫瑰油，好的，好的。这个是玉兰油，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过、我一自己是过敏皮肤，我不可以用这种，所以我不建议。好的，那建议的常规的是哪种呢？常规是好像是这种，这个叫Neutrogena，我不知道大陆叫什么。这个用着也可以是吧？这个是因为现在你是 summer 了嘛，你现在是夏天，也是比较热，比较很热闷那个底，所以是建议用这个 water gel。如果我个人，因为我真的还是很敏感皮肤，我现在是用这种，因为它不是很油，它也加多了一个防晒在里面。好的，那就买这个就行，就不用再加其他。好的，那就。拿这些情况下就多买一些，然后谢谢，因为我给这个你，这个有一个是那个叫什么卸妆水，这个水你可以买一个16块多，这个是 daytime 早上，因为它有加那个好的，防晒。好的，谢谢。不好意思，刚才真的中文说的不好。很好，这个是晚上的。我不知道他要不要。要还有一个洗脸的。
好的，这个可以拿着，没问题的，没问题，没问题的，这是晚上的，好，白天还晚上。我拿一个洗脸的给你。嗯，对，这是常用的，对。常用的洗脸。对，常规用的，对。对，让我看一下。我不想你用到太过强，因为这个是可以。啊、对。我来吧。好。就是洗洗面奶是吧？对，这个洗脸的。好的，没问题。好。嗯。好像是洗脸的。嗯。啊、这早上 AM， 这个 PM 是晚上的。嗯、啊，好的，这个用的都不错，是吧？用的。不错，因为我真的很过敏，因为我是那个过敏到要个像什么那个湿疹都出来了。用我现在用了这个。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我不知道你们是习惯用还不是习惯用，我就想多买一些试一试，就是对呀，各种的，它哪个好再回来再买。你先用这一套可以了，因为玉兰油你这个在大陆有吗？我也不建议你再买，我知道大陆的商场是有这些的，你可以买那个。因为这个大陆可能现在还不实行，不过它真的是很防敏感，是很好用的。就是像这个你有用过的吗？这个蛮好用的。我不可以乱用的，我真的是用的很。像洗发水你有推荐的吗？洗发水。洗发水我喜欢大陆的。喜欢大陆的是吧？像潘婷是大陆生，是美国生，潘婷和卡菲斯是。我不可以用。啊。大陆用哪个好？最滋润的是上海那个什么宝啊？嗯，上海啊，蜂花啊，蜂花那个最好用，真的很好用，因为这里的水质跟上海不同。对对对。如果你一定要想试一下，我建议你用这个。你是很干很热，好是吧？这个是蜂蜜啊，这个蜂蜜我个人比较推荐，不过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它有一点点油啊，没问题，只要用得好就行，用的、这个是洗发的，这个是护肤的，护发的，我看这两个，因为这一个一 set 现在是买两个是7块钱。因为它一个系列好像是这个有那个coconut oil 那个油、椰子油、这个是那个叫茶花那种，那挺好的，对，挺好的，对。它这个是他说它是 natural 的，比较是比较自然是吧？比较比较温和一点是吧？对，好，还有什么？就是除了还有其他用的，我想这次每种都买一点，然后他用哪个好，他下次再告诉我再开。因为住在离这，你现可以给钱没有？没有我就走了。你还要 shopping 吗？我想看看有没有可以再买一些，就是您推荐，就是说有没有种类，比如说其他的，就是这个，我想这个虽然大陆有，但是我也想如果可以买的话，哪个比较常用，想买一些就邮给他。哎，对，就是。邮给他，到时候他那边就用的哪个好，他就告诉我再拍。因为大陆如果有的话，可能价格跟这不一样，是不是？大陆比这贵吧，应该是，或者是大陆有的也是贵，不是很多，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说差不多，也多一点点的进口税啊，或者他打折的时候也一样，或价钱，或者他有担心说大陆的假冒的，对对对。有假冒的，对，他们好像是外观是一样，但是假冒的有，据说是，所以想在这边买，就是像这个牌子有没有常用的？对，我也想买一些，对，有哪一个？让我看一下，包括这个都是做什么用的呀？就这些。这个有加一点点，好像是那个粉底，有一点点的好像是打了粉底那种。那这个可不可以？不大建议用这个，它是始终是油一点。有一点，我想常规的，我想常规的欧莱雅和这个玉兰油就想买一些优优通过优级优给他，他哪一个常用的？对 ，Ice Pack is number 15，Yes， 这个是这个可以用啊，早的，不过你要加那个防晒的啊，因为这个没有防晒的啊，这个是晚上的，还加多一支那个。眼霜，让我看一下。这个是眼霜。
就是、你要买这个眼霜吗？在眼睛周围用的啊，买吧，买吧，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买吧，嗯。嗯哼，就是这样子。不过这个的洗面奶我，你用这个洗脸就可以了。或者洗面奶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拿。对，我想让他，因为董磊他试一下，让他试一下。让我看一下这个洗面奶，这个好像没有这样子。没有，包括这个都是做什么的？这个通能的那个这个是叫卸妆水。有时候你化妆了，这个眼睛附近比较油润，要用这个卸妆水。啊，这个是你收肤水。啊，然后我建议你还要一个什么？我不知道这个面膜。嗯，这个是面膜，这个超好用。啊啊。面膜好的，对，这个面膜好用。嗯，然后好，我看不到那个卸妆水，不，那个洗面奶没有了，还是走掉了？它这个，或者上面对、不是，它这个也是、啊，对，没有它这个牌子的卸妆水。这个是卸妆的是吧？这个是卸妆，是眼睛那个化妆是那个叫什么？用了这个擦了这个，胶那个洗掉那个，你可以不用这个对不对？嗯嗯。这个是我看。这个是收束水啊，洗完脸一定要用的收束水啊。那这个不过我个人不大赞同用这个，啊、我喜欢用哪个？因为我真的用的很敏感，我喜欢的。嗯、啊，好的，那就拿。因为这个是没有那个叫什么 alcohol free， 那没有那个酒精成分。啊，好的，那拿这个，对。这个是很好的。对对。如果你卸妆、你化妆的话，用这个，这个卸妆很好用。这个卸妆好的，那就拿这个，对。还有其他的能推荐的吗？就是女士经常用的。女士经常用。或者就是我看。这个是什么？反正是欧莱雅的，是吧？欧莱雅，欧莱雅还有其他可以买的吗？就是它可以用。你已经买了，一二三，你已经差不多一些用完了、啊，再加一个面膜。啊。这个是卸妆水。嗯嗯。然后这个是不是这个通了的那个收束水，这个是卸妆水。嗯嗯。下面是一些的洗面奶。嗯嗯。Daytime Nighttime。嗯嗯。然后。还有可以用的，加多一个下。然后眼霜，他们说这个很好用，我不知道 ，OK， 因为我真的不敢尝试。这个好用是吧？这个肯定没，中国没有。嗯，好的，那就拿这个，对对、嗯。因为他们说用的用的很好，很好啊，那就很好。其他的有？其他的我不知道你要不要那个叫什么 body lotion？ 可以呀、啊，那个是做、那是洗澡用的是吧？对，身啊什么。因为这个牌子的真的很第一滋润。嗯。Maybe 这个。嗯。中国大陆香港很喜欢用的这个 Aveno，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那个叫燕麦什么什么。嗯。很。就是洗澡用的。对，洗澡之后用是很滋润的，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就是沐浴露吗？就是。不是，沐浴露之后要那个擦。在身上擦身的那个叫什么？那我也不太懂这个。都是跟那个你沐浴之后，你不是有时候要太干的皮肤要擦吗？就是这种。好的，那就拿一个这个，就上面这个吧。对，大瓶的小瓶。大瓶的，好，谢谢。因为这个是也是防敏感，是超好用的。好的，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就用这个；不过你没有，就用这个。小孩子给小孩用这个吗？对啊，超好用。那这个拿一个吧，有家里有小孩有3岁。对，这个超好用。嗯。我每次回香港给我的 cousin，
他指定要蒸，就带着啊、哦，那太好了，那香港这种我知道卖，因为我们的小瓶啊，嗯，他在那里也是买到100多块，啊、哦、啊、哦，我知道，啊、哦，所以我每次回去我都是带一堆回去，啊、哦、啊、哦，那挺好，嗯哼，那我看看别的有还有可以推荐的吗？其他的，嗯，就是女士常用的。女士常用就是基本上是这种，你可以、啊、因为也你也不能买的太多，我不是不建议你、嗯、因为它也是有一个保质啊，对对对，保鲜期，是是是，你太多你用不了，你也是也是浪费是吧？对对对对，好的，那我看差不多你这里已经是差不多一年半的量啊、哦、已经够用了是吧？我看了已经是一年半的量、啊、那就是这个玉兰油，这里你有推荐的玉兰油这里哈、啊，哪个？因为我不能用玉兰油啊啊、哦，我所以我很少用，我用的我都是用其他牌子啊、哦。这个有点刺激皮肤是吗？对我来说是，哦、我真的是会起那个一小颗啊、哦，但是又用这个美人鱼欧莱雅可以是吧？这个不刺激吧？不刺激。好的，那我就买这些，因为我真的啊好，谢谢您。不用客气、啊、谢谢你，我在这接款、啊、好好谢谢好好啊，非常感谢、那个、啊，那我下次还要再麻烦你啊，下次再买，我在这里，好，谢谢，真的、嗯、好 OK and it's cosmetics. Do you need a bag? Ah, yeah, I need a bag. Okay. Yeah. They have walking card? Yeah, I have the member card, but I did not take the card. But okay. I have my cell phone number. Go ahead. Okay. I will show you my cell phone number. You can just put it in, sir. Yeah, I input, okay. I just put it here.One bag is okay? Yeah. Can you put... Oh, okay. One bag is okay. Thank you. I got the basket for you, sir. You can leave the basket here. Oh, okay. Because somebody might gonna go over. Thank you. Just put in the crap. 221.80. Yeah, okay. Ahead, yeah. You remove card, okay? Yes, please. Okay. Oh, do you have any more card? Because it, try it again. It didn't go through. Didn't go through?ID? What it says here? Oh, not approved. Please remove card. Yeah, it says not authorized. Oh? What's the... But when I used it in other market, it's okay. I don't know. You want to use your... do you want to call? Because it says not authorized. But every day I use this card. Yeah, but I don't know. Maybe you can call and ask them. Can I use this card? Another card? Go ahead.And here's your ID. Now enter my PIN, okay. Okay. Okay, no, it's okay. A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sir. Yeah, have a good day. Yes, please.
Thank you, sir. Have a good day. 买了一大堆化妆品，然后去邮局的，去银行取点款，取点款之后，然后就，邮寄，给家里一邮，就是超市沃尔格林超市，他这个售货员，他建议的用这样的化妆品，这样就邮回去了，到时候再用吧。总共花了240多吧，到这边再取点款，因为邮寄的时候也交运费。就是准备走，准备离开。准备离开，然后到时候就直接一邮寄就完事儿。以后再买化妆品，我再邮。这边有点掉一点了。小毛驴，沃尔格林超市还是挺方便，是吧？化妆品种类也行。他这个售货员是香港人，他也知道这个化妆品怎么用，汉语也说的一般，还行。所以一会儿就，上班的路过那个快递公司，就一交邮就完事儿。樱桃1块钱一磅，还挺便宜，但是也不买了。要有点了。买了一大堆。这边是墨西哥人的路边的这种炒冰，是炒什么东西？快跑快跑，冲啊！在底下走吧。
这一动就下雨，动辄就下雨。我就给他邮寄。掉一点了。旧金山这天气就是这样凉飕飕啊，凉飕飕。两个是。这是卖二手物品的，这床是壁画，今天这两头真激动，真不怕冷啊，今天生意真好。大木桶先搁在这儿吧，啊，挺重的这一大包，挺重的这一大包，啊，好了，再见了，再见了，阶段性的完成了给老婆买化妆品的。